选大学之后，然后就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介绍南京的一个新闻报道吧，然后给我的感觉南京就是很多的绿树啊，然后很多的文化历史，就是这里的人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包容性特别强的城市，每一种文化每一种风格在这个城市都可以自由的发展。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了更多的南京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个城市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希望是有更多人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也可以用这种的，还有这个晚上呢可能好一点，白天呢差一点，白天差一点。朱自清曾说，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明朝时期兴建，世界现存最长的古城墙至今屹立。悠悠穿越了2000年历史的秦淮河，不知见证了多少朝代的繁华兴衰。河畔人家里，年逾古稀的陆有文还坚持着祖传三代的扎灯技艺。40年的或者30年的，家里面他可能以此为生，要以这个为生活来源。然后最近呢，我们是50年代开始祭祀，然后就开始就是白天上学，晚上回来帮一帮家里面，做一点这个东西。十多年前，陆有文从汽轮电机厂退休后，就在家潜心研究灯彩艺术，盼着这门具有南京特色的传统手工艺能延续传承下去。我们一般做兔子灯就是几个圈，三个椭圆圈，然后两个正圆圈，把它组合起来，然后面部也是的两个圈。这个绳子比较写实一点，就是说这个面部呢，我们就采用这种两个片子，就达到这个效果了。南京这个城市既古朴也现代，试图留住传统，也努力紧跟时代潮流。说起秦淮风光带，不能不提到南京的母亲河秦淮河。正是这条河哺育了南京的古老文明。秦淮河古名龙藏浦，又名淮水、小江。秦淮河原本并不姓秦。秦淮灯彩，这个历史呢，由来呢，应该是追溯到这个1600-1700年的历史。住在这个秦淮河的两岸啊，这个达官显贵，这些就是社会名流，他们呢就是每到元宵节的时候啊，就是效仿宫廷，在这个就是他的户院户外就是张灯结彩。那么那时候的那个秦淮，它是一个很原始的一个雏形。最鼎盛时期呢，在明朝，叫万盏花灯闹秦淮这么一个典故，同时也把我们秦淮灯彩作为这个叫什么，叫做秦淮灯彩甲天下，这个是我们在当时明朝时期定的一个美意。秦淮灯会是南京每年春节期间的盛事，各式各样的花灯把秦淮河装点得流光溢彩。到夫子庙闹花灯是多数南京市民新年里主要的喜庆活动之一。老南京有句俗话说，
过年不到夫子庙关灯等于没过年，到夫子庙不买盏灯等于没过好年。我们秦淮灯彩有它的文化底，比如说展示在我们这边传统的兔子灯啊，这些小狮子灯、荷花灯啊，都是历代传下来的，叫秦淮八绝灯彩，它有意义。比如说我们的荷花灯象征着和谐，象征着幸福，我们兔子灯它象征突飞猛进、突涨鳌头、扬眉吐气，自己的女儿出嫁了，要给她送她一盏灯，老年人送她一盏灯，送她一盏叫开瓜剪子灯，就是结婚了要生子，是吧？麒麟送子灯，这都是我们秦淮的独特的灯彩。只不过近年老城区经过改造拆迁，许多制作手工花灯的老艺人都在搬迁后纷纷转行，彩灯工厂也从300多家锐减到只剩下30多家。我们秦淮的这个老门洞地区都是世代做灯的地方，最鼎盛的时候有500多家，过去是人字房都能摆灯，是平房，那现在住到楼房了，那楼房的层面是低的，就是不太好做了。随着时代变迁，南京的样貌也跟着不断翻新。为2014年的青年奥运会倒数计时，城市建设的脚步加快，10条地铁线也即将全面通车，意味着经济发展将再次要进。六朝古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改变却也令人忧心。我觉得从97年到南京来上学，书店随处都是，在你举目之处一定有书店的身影。然后在这个城市10多年下来，就一直见证着是书店的在消失，一家家的关门，关门的理由甚至只有一条：买书的人少了。我相信是读书人在减少。书店是和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都是有关系的，从300到10家，这个数字我觉得值得我们去记录和思考。变化太大，每一年少30家书店在南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书的城市，或者说是很没有书店的城市，我们该怎么去生活。代表城市文化地标的书店逐年骤减，连深具文化底蕴的秦淮灯彩也面临传承问题。剩下一百。最早不用杠杆，就把它压下去，然后摁是人啊，用体力压，那就是最早我们的老祖宗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用这个杠杆，做出来就是这样子了，做出来就是这个板子了。陆有文是仅存的几十位老艺人之一，如今仍沿袭传统的制灯工序，细心地将一片片刚压磨好的花瓣粘贴到花灯的骨架上。我们清华灯彩就说做活化灯当杀不杀毒，这样子就是想把它做出很好，它就是很多细节要把它注意了，尤其注意了它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随着时代进步，有些步骤也会改用现代化的机械替代，以提升效率。中国的技艺应该在我这一代，就是在继承的同时我要发展，所以要发展就是要改变它，改变现状，给使这个现状更进一步的把它提升。因为进入新的时代以后，你不能说是讲就说老就说裹足不前，老裹足不前可能最后还是要被淘汰。陆有文明白，唯有创新才能长久发展，于是在小型花灯的设计、构思、材料选择方面都尝试不断地推陈出新。今年不是十年哦，然后我这边就是说所有的生肖都要做出来，像这个东西以前过去是没有的，因为这个东西非常费事，它的小弧度小线条做不出来啊。你像我们以前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直子走的，现在改成牵丝走的。牵丝走一个就是说好成型，好按照你心里面怎么想的，随心所欲。然后这个到第二个的时候再接这个，然后他每个人一个人一个把子，然后一到舞龙的时候，这个结束的时候，哗，这样子一搞起来，就是一盏花了。然后人一动起来过后呢，它哗就歇起来了。国家级的秦淮灯彩传承人顾业亮和他的团队也持续以创新为目标，积极从事大型花灯的设计与制作。秦淮灯彩从传统的纸扎的工艺逐步发展到车部跟骨架部分用金属来裱糊的，现在已经逐步形成了就是小有手掌大的5公分的这么一个小灯，大的有几十米大的、几十米高的，这么一个大型的主灯。现在我们做的就是按照这种飞机的模型，做一个这个灯彩的形式，同时也给人两个人能在里面去表演。就是我们秦淮灯彩，不单单是做荷花灯啊、兔子灯啊、飞机灯啊，这个是已经是传统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做的灯呢，基本上是带有创意性的，带有这个展演的，同时带有一些道具形式的。这几年顾业亮主攻大型灯彩展览，经常到日本、台湾、欧美多国推广交流，把秦淮灯彩带上国际舞台，让世界看见。你也是一个传统文化人，你这时候一个人所谓的使命感就会油然而生。我希望能为这个城市出张一本关注到这个城市当中人文、文化、资讯、娱乐，甚至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能涵盖所有内容的一本刊物。从事广告出版的张恩谦，因为对于第二故乡南京的浓厚感情，号召了一群大学毕业生，透过办杂志，希望为城市文明找到另一种延续方式。办杂志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这个城市的，它的很多的传统的，历史性的特点。你比如说，我们第二期的杂志叫《旧忆新时》。在2006年左右，我们南京的老城南，老城南这个区域，由于政府的规划就被拆掉了，几乎完全的消失了，只是象征性的保留了部分的建筑。作为我们做这本杂志，我们在考虑主题的时候，我们是势必会考虑到这个城市的所有的元素，而传承有序去记录和保存
下这个城市即将要消失的和已经消失的，再把它给呈现出来，那是这本杂志的一个基本功能。我们自己这个制作的过程会就是自己参与的会比较多，然后包括像采访一些店啊，我们也是自己去找，然后有一些自己去画的。是希望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我们自己亲身去体会之后，然后传达这种感受给大家。第一期我们做的是手绘的南京的咖啡馆。南京的大学也很多，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南京大学高校的主题。我在设计的过程中，我可能更多的想法就是这个东西大家拿到会不会有参与感，会不会有实用性，会不会想更加了解它。在杂志上所呈现的其实是在告诉所有的读者，这个城市生活的人，你们还需要去关注，有关注一些这个城市在发生的问题。来了一个出版社的朋友，他会说，你看我们出版集团几十本杂志，我们都不去做南京的，因为什么？它没有效益，没有经济效益，你很难走，可是你为什么要做？我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我认为我们只要去做，我相信对未来是有影响的。每次杂志出来都还蛮激动的，然后有的时候来送的时候会有就是会有读者就是在现场拿了杂志就会跟我们聊天，然后有一些交流，然后我们也感觉就是蛮开心的。我们就希望我们的杂志是一个动力，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个城市，然后能更多的去了解。看见、认识，然后进一步参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能为他的未来付出一些努力。亚萍，要背的吗？不用。姚静，一名幼儿园老师。喜欢研究利用各种废弃材料制作环保手工艺品。昨天我看这么多纸材下来，我就在想怎么办呢，浪费也太可惜，然后就想怎么把它结合起来，又能做杯垫，又能够不浪费。哎，对了，给爸爸的，你还记得吗？你里面写了什么？打开看看。那这个杯垫呢，也可以做小茶杯的杯垫，同时它是一个小相框。之前有做很多美美的东西，都是用心的，或者是用就是购买的纸张啊这样去做。有一次看到联合国的一个那个录像，就说100年之后的地球会是变成什么样子，在那个当下我是特别的紧张和害怕，是觉得好像这样下去，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以后将是面临怎样的一个生存的环境。想留下美好环境给下一代是他最大的动力。姚静将美术专业融合创意，让生活里实践环保也充满趣味。就把它这样卷起来，两边这样一扎，就是一个非常简单又很实用的小名片夹。芒果，快把它收进去。对啊，这是我们家的留言夹，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纸板啊，可以看到是。利乐枕是牛奶嘛，然后口味纯正保营养
它是一个牛奶的罐子，然后就这样剪一下，然后把中间挖空。其实这些平常看来是没有用的东西，你只要用心去对待它，它就变得超级的浪漫，很有情调，生活质量也会提很高。来自台湾的 NGO 团体慈济基金会经常在社区里举办环保宣导活动，参与民众在活动开始前早已踊跃入座。那这一包呢，是我们在市场上家里面随时都可以收捡到的一包，我们可能因为成色不好了，我们可能会扔掉的一些菜渣。今天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呢利用它发酵以后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做清洁剂，可以用来洗碗、洗蔬菜，可以把蔬菜上面的农药进行分解。看似无用的菜渣、果皮，经过简单加工，也再次变为具有清洁功能的酵素。那它是用什么呢？用糖，这是我们在市场上随时可以买到的糖。姐，你可以现在就跟我一起开始。好，先对折。姚静也在志工行列中分享惜物爱物的观念以及变废为宝的巧思。看我是怎么来把垃圾变成黄金的。小组件一边是打不开的，这边是能打开的，要把这个打不开的尖尖的像小鸟嘴巴一样的地方对着前面。我是觉得如果我能够让大家做环保做得这么好玩，这么开心，这么没有压力，然后能够把它当做一个改变生活、改变这种城市、改变这种世界，又变得如此简单的一个方法，那我觉得我应该带给大家，要把它放得平平的。还有吗？还有哦，这个奶奶看我眼睛很认真。好，现在我们开始下一步。南京与众不同的包容特质，让千年后的六朝古都依旧散发着古朴传统的温婉气质，也能在新时代里跟上潮流，往绿色生态的文明之都阔步前进。